长征十号运载火箭、孟州载人飞船、揽月月面着陆器、登月服等主要飞行产品均已完成方案研制工作，正在全面开展出样产品生产和各项试验。飞船、着陆器已基本完成立热试验产品研制，火箭正在开展。 各型发动机地面试车，文昌载人月球探测发射场建设全面启动实施，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的载人月球车月面载荷方案正在进行竞争择优。